清晨醒来了，好宁静啊！我们两个太饿了，想去抓点鱼吃。然后我们上次不是在那个湖边被他们 shout out， 他们那个鱼竿送给我们了。羡慕他们有个渔船，我们要在这儿苦逼苦的打气。他们船好好啊，还有发动机。哇，出海喽！我们已经钓了一个小时了，一无所获。Much later。我们今天收获就是草草钓了两条鱼，真棒！两条小鱼，我们回去炸了吃。希望这条鱼没有寄生虫。有鱼籽哎！哦，真的耶！我可以炸鱼籽吃。好好好，就我爷爷以前给我弄，是巨好吃。好大一坨籽！我们旅行开始的第一天买的是两个土豆，切成薯条。没有开车也会好吃的，因为有我陪着你吃呀。你都不要每天说一土味情话，真的太喝了。哎哎，怎么倒那么多？炸当然要多。哦哦哦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不要放太多，好浪费油。来，来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哇，吱吱作响了，开始。Five minutes later。哇哦。眼球掉出来了嘞！从来没想到能在野外做上炸鱼和薯条吃。你好娘。我就是娘啊。嗯，好香啊。我给你炸鱼子吃啊。看起来像是在煮土豆，但其实里面都是油。昨天才说要减肥，每天 workout， 今天吃起了炸鱼薯条。我现在像像不像个流浪汉？像，真的像。来吃鱼子喽，野外米其林。等一下啊，你来摆个牌。C'est un jour de marché, quand je t'ai rencontré, j'ai vu tes yeux. 妈呀，太好吃了吧！你确定好了？我确定好了，吃吧。那你尝一个。好粉啊，粉，嗯，不好吃。很粉的意思就是很，嗯。就是不好吃呗。对，吃鱼露。嗯，好吃的。拉森给我留了条大鱼呢，这是什么的味道呢？这是大自然的味道。啊，天家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薯条？啊，我们拔营走人了。从这个小道进入了田纳西，连个 Tennessee Welcome You 都没有。Welcome 是吧？真的是。啊 ，Welcom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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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You，Will， 我们家的宝仪宝忘了。A little much for me，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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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。Later。不明白为什么所有跟本兵沾上关系的事情都这么好笑。今天第一天实施的周法。我说实话，我今天在田纳西看了一路，我都是一只手拿着手机看导航，一只手开车的，结果没被抓，也是运气好。200美金发妥了，我们都付钱了。跟你说，你爸这里面突然被罚款200美金的话，就是直接宣告可立刻在路边跪倒在地乞讨不止。A few inches later。这房子看上去真的不错耶。我们在一个田纳西州的小镇找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棒的 couchsurfing host。 睡车里开心吗？开心开心开心。我觉得这里应该也有洗衣服的地方。太棒了，终于可以洗衣服。停这儿，你把人家路给挡了。他让我停在这儿的。哦，他说停在 driveway。 driveway 是什么？ driveway。 Tomorrow for sure. Today is the day. 今天是我能见到本兵的那一天了。我们刚刚结束了网络乞讨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。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
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应该能过下来这剩下的几天。我们昨天晚上的 couchsurfing host 是一个非常 private 的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录任何他在他房子里和关于他的内容，有点遗憾，但是我们要尊重别人嘛。嗯，到你。我们因为乞讨过于顺利，所以现在来吃餐厅了。吃猪排，吃猪排，吃正儿八经的猪肉。D'être un jour de marché Quand je t'ai rencontré J'ai vu tes yeux encerclés J'ai tout oublié C'était le jour du marché J'ai osé te parler 不要再说我虐待你们的儿子了再多拿点钱来喂饱他吧。你签单的样子好帅哦。